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超级多神奇的生物，有些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，需要我们探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在这个地球上就有着许多种不同类型的生物，有些完全刷新我们的眼球。熊猫这个生物相信我们大家一定非常熟悉，它是我们国家的国宝。但是熊猫蚂蚁又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存在呢？其实大家会想到蚂蚁，但是这个生物和蚂蚁一点都不沾边。它是一种没有翅膀、全身毛茸茸的凤类笑脸蜘蛛。蜘蛛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，可是笑脸蜘蛛除了身体的构造像极了蜘蛛，其余的完全就像是一个被雕刻出来的玩具，天生就带有了笑脸，所以非常具有喜感。但是它是有毒的，水熊虫它们可一种极其神奇的生物，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长相丑陋而且又胖得像一个熊的虫子，在肉眼观看的时候它们是看不见的，只有在显微镜下观看才能看见它们的身影。水母的类型多种多样，但是你万万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水母。这种水母的长相就像极了警车上面的那个警报器，这种水母一旦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，就会通过自身的特色释放出耀眼的光芒，然后趁机逃走。对于本期视频内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。本期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